问：2020年10月11日，心灵净土世界，释迦牟尼佛，佛法利他利己，自度度人啊！你们学佛后明白佛理，去实践应用，又令旁人觉悟本性光明，这就是自利利他，度自己也度别人啊！地藏王菩萨，畜生执着于本相，一直在畜生道轮回，童儿们，这是因为他们已经在轮回中失去了人的意识，只有畜生道众生的心识，所以很难脱离畜生意识的束缚。唯有人道众生可以借此人身修心修行，出离六道轮回。佛弟子们要转凡成圣，不能有任何的畜生意识和行为啊！畜生道众生非常贪婪，欲望不断，你们要去除欲望，这是让你们堕落的根源。佛菩萨见众生堕落畜生道，慈悲心起，让你们吃素，就是免他们受刀害之苦。身为佛弟子，一定要吃素啊，不能贪吃众生肉，要慈悲啊。大势至菩萨，恶念一起善自毁，私心一灭慈即现。童儿们，学佛修的就是一颗心，要去除所有的私心杂念，去除所有不善的念想和行为，心中的莲花才会茁壮成长。弟子马来西亚，2020年10月12日。